我一直对制作甜点酒有极大兴趣。自从创业开的这个蛋糕店，生意一直不错，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做蛋糕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细腻的蛋糕里，更多的会让能体会到甜品给我们的幸福感，不同的口感，不同的造型，最后的口中都是美妙的。看到来我这订蛋糕买蛋糕的顾客在试吃我做的蛋糕店后对我的手艺夸赞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做蛋糕吃甜点对我来说是让生活幸福的事，这是对我烘焙的热爱，是对幸福生活的热爱，是对传递甜蜜的热爱，也是我自己的宠爱。